小平，你是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吗？真的没有啊，而且你看，这像是我写的吗？像这里的节日不但条理分明，而且简洁有力，确实是跟前面的内容不太一样，不太像你的风格。得修，连我自己也觉得我根本写不出这样的结语啊。其实我本来只是想要看看小苹果都在做些什么，只是他报告每次没打几行就停住了，然后就一点进度也没有，我才会决定出手。千万不要让小苹果知道。我觉得我有可能是发动我的超能力，但不管我是用什么方式写完的，反正我今天就可以交了。希望呢可以顺利的通关，不然我真的不想要延毕。哎呦，你这个精神，我相信你今年一定可以过关斩将毕业。来喽，来，麻烦你。谢谢叔叔。来，可以吃早餐了。谢谢叔叔。哎，阿米宝嘞，还在睡啊？米宝，早安，早啊。哎，叔叔早。早早早早。早早。请问呢，你是有跟人家一样在熬夜赶论文吗？快吃快吃！哎，我牛奶特别多哎。苹果，那我倒了。我喝。哦，对了，米宝、爱丽丝啊，你们身边有没有什么好对象啊？帮忙介绍给小苹果啊。爸比，干嘛突然讲这个啊？爸爸看你这个大学四年里面都没有谈恋爱啊，然后坐你对面这个小胖子跟你告白了好多次，居然都没有成功，爸比当然会担心啊。啊，还是。爸爸帮你安排相亲，怎么样？你跟爸爸老实讲，你是不是还在等待欧贤明啊？我昨天跟欧贤明一起喝酒，喝酒就喝酒啊，干嘛跟我说啊？欧贤明说他想让你过平静的日子，所以以后他都不会来打扰你了。相亲嘛，好啊，走啊。认真。对啊。要帅。下午才值班，你让我多睡一下吧。你是不是又想惹我啊？宝贝。去哪？阿明，我想了一整晚，我觉得还是只有你对我是真心的，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决定要跟你在一起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跟李明争宠的，哈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就这样子来了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呀，阿明宝贝？哇！
或是零零二点零，叫做 Kiwi Lin。嗯。家暴啊！家暴！真的是惊喜！你冷静点，姐姐是开玩笑。姐姐，我没你做，好看呢。不是，还是你先不要乱来。他在开心，太难了，你回来。去了去，去去去去去。小姐，伤筋过不管啊！啊，冷静冷静，安明，你听老师话，冷静冷静冷静，好不好 ？No。家宝，你怎么变成这副样子？哦，老师知道，你为了想睡回床上，才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，是不是？徐老师，我也没办法，我才睡沙发一个晚上，我脖子就落枕了。落枕了？老师来帮你看。过来过来。哪里啊？哪里啊？哪里？哎呦，很严重，你脖子好像整个都变形了，而且臭臭的。嗯。你整个都歪掉了，这再下去啊，可能有更大病变了。哎，冷静冷静冷静。欧嘉玲啊。欧嘉玲啊，刚才老师看了那个齐家宝的脖子，整个基本上都变形了，你怎么看呢？那就真的没办法了，那就请你继续睡在沙发上好了。哎呀，我这样看都看到有点变形了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。哎呀，歪得很严重哎，而且我告诉你，齐家宝这要小心啊，你这样脖子一天天歪歪歪歪歪久，你以后可能你的一辈子你脖子就这样歪歪歪，哎呀，人生就毁了。好啊，你在房间跟我一起睡。你吵我，我就吓你。你打我怎么那么大声呢？害得我都没有办法睡觉。我真搞不懂，你老婆欧嘉玲怎么受得了你？不行，我不能再让你睡在客厅沙发上。再睡下去的话，我夜夜不得安宁。我要想办法把你弄上楼去。师父，嗯，拜托了，现在懂得叫我师父了。拜托，你放心，为了我自己睡眠品质，我一定会想尽办法把你弄上去的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师傅，你不要得意忘形，要是被短辉发现就惨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徐老师。欧嘉玲，谢谢你。你不用谢我，我是看在你受伤的份上。哎。我好声好气跟你说，多难得的缘分啊！今天一早大家都起床了，太棒了！啊，这样子吧，去老师的咖啡馆吃早餐好不好？那什么皮蛋瘦肉粥不要煮，太麻烦了。老板，你请客吗？哈哈，老板怎么可能会请客呢？傻孩子，我不是缴3000块吗？那个3000块是室内，待会儿呢我们是去外食，好不好？今天就当作是一个谢师宴。每位同学都要出钱，好不好？尽量多点一点啊，不能点太少。哎，我今天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？你瘦好多哦，要多吃点，好不好？脸都尖了，哎。嗯。哎，我真变瘦吗？我棉花糖女神哎，穿这衣服。没给你打球，有够累的，真不知道以前怎么撑过。才这点程度，
就不行了，你也太不耐操了吧。我现在是私人健身教练，你以为还要早上起来练球？而且谁跟你一样有被虐症呢、啊、刚下飞机隔天就找人起来练球了、啊、告诉我，我现在时间很宝贵，是按小时在计算的，是多宝贵。哦，我啊，行啊，手感真的是越来越差哎。你没有天天练，当然会差、啊。对，脚受伤了。哪个运动员身上没有点伤？啊？你就不要再逞强。我刚好认识一位医院的复健科医师，介绍给你。好。你这是又要干嘛？看不出来吗？楚河汉界啊！楚河汉界哪有这么大条的、啊？而且是床就这么小，你中间还放一条毯子，是要怎么睡？你是想要害我落枕，还是腰酸背痛啊？而且这样一翻身就要掉下去了。你不要在那边啰嗦啦，我们还不是躺得好好的。反正如果你想要跟我睡同一张床，就要听我的规矩，不要借机想要越线。听到没有？为什么规矩都？